我要是耳挂，我可以拿着你。没事，去吧。我要是耳挂，小心耳。有耳挂吗？有耳挂在这里。有啊，这里有耳挂，看到了。小家是哪个？小家是一小家。喂喂，还在吗？喂，哎，是这边没错吧？是这个在这里。Hello Hello， 各位好，我小佳哎。行，我是一号哈。贴名字吧，贴名字。OK， 给吧，没事。我们要往哪走啊，高？稍等我。好的呀。其实想说的肯定有很多，但最想说的我觉得还是想把我的关于死亡的这个东西去分享给大家。从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对于生命的一些理解其实不太一样。我觉得目前我们对于死亡的一个态度还是比较害怕，但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去畏惧死亡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不要去害怕分别，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些爱着我们的人走了，他依然还是在爱着我们，他还是那一个我们至亲的人。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我可以处理得更好，而且我一直觉得有这种想法是在我开始写爸爸那个段子的时候，我感觉突然间他就活在我的文字里，那种感觉就是他是没有离开过我的世界，他就一直存在在我的笔触里，在我的稿子里。当我在写稿子的时候，我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去怀念跟他的过往，那他就一直在停留在我的脑海里，然后你会不断被他的温暖包裹着。包括很神奇的是，我讲爸爸那一个视频是在12月，然后微博发布的时间是在清明节那一天，说刚好趁这个节日，然后那天去扫墓回来，突然间觉得好像我可以发表这一个让能看到的人看到。所以小时候我爸问我，你长大后想干嘛？我说爸，我想当个笑话。我爸那会下说，好的，我得寸进尺，希望有天你能来看我笑话。发了之后，第二天起床就收到了很多微信，然后突然一看，哦，有那个播放量50000了。再过几天一看，哦，快100000了，200000这种，就是你冥冥之中，你感觉就是有爸爸的力量在，就是他也看到了。观众会觉得死亡这个话题太梦幻，当时还不理解，但是你再细想想，如果说一个话题有人感觉到了有一些些冒犯，那说明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。他可能本来不在一个讨论的空间里面，但他现在有了讨论的余地了。这里怎么溜冰呢？它是冬天会结冰吗？2018年国庆去长白山，那才第一次看到雪。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去长白山的时候还给我妈打一个视频，然后当时我爸我外婆都在家里，然后他们说有看到雪吗？我说有看到有看到，就是很兴奋。我爸唯一出过省的是在因为工作去了三峡，那是他唯一一次出过省。一直到上大学，我爸开始突然间你就觉得我爸开始会撒娇了，就是特别在他身体慢慢变差的头两年，突然间就说什么你吃饭了吗？然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
有点想你啊，类似的。我很不习惯，我会觉得一个突然间以前那么刚强、那么要面子的爸爸，突然间会沉下来去跟你撒娇，跟你示弱。你突然间觉得身上的责任变更重了，就是他好像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顶天立地去承担这个家庭的人，你要变成那个人。我觉得我最没有后悔的一刻是他临走的前一个月，就是花儿他说啥时候回来，你好久没回来了，想你了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一周就回去了，然后那是我见过的就是他的最后一面，就是非常的巧合，在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。对，是我妈跟我说刚生下来那会儿，可能很多的亲戚会劝我妈说你再生一个，你得有一个人来给你养老。这种是我听我妈说的，我自己没有感受到那份就是亲戚们对你特别灼热、特别不一样的眼光。我有问她，我说对啊，那为什么不生一个？但是我妈当时给我的解释就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很大，就是如果再生一个的话，就是你不可能再把我去培养了，也才因为这样，后来才会着重的培养我。我其实不但与你爸被当成弱势群体，就是我上次去机场正常排队过安检，然后有个工作人员过来，他说你跟我走，我吓死了，我以为我吓死了。然后他把我带到了脑瘤预产通道，他说去那排，我很生气，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。我们稍微快一点，因为现在最开始去年的第二轮，本来那一个句子是说我想告诉这个世界你才有病，然后是建国说得改成我想告诉这个世界我们都有病，只是我更明显。哎，我突然间就愣住了，就是在读稿会愣住了，原来这个是一个更好的方式，它已经超过了脱口秀稿子的部分，它是一个突然间有个哥哥纠正你对人生的一些思考。就是以前我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，但是在他改我的稿子的时候，突然间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是站在一边的。这个就是所谓和解的过程，它不是说是你硬和解的，是你突然之间就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我当时500块，然后跟我阿姨就住在一个那种工厂，因为我阿姨就是在他们家都在厦门打工，然后住在工厂的那种厂房的一楼，非常潮湿，那个墙壁是斜的，然后对过去你只要两张床，我阿姨跟我一张睡着，我跟我弟睡着，然后一扇小窗户对过去是本地人的那种骨灰室，就是晚上还泛着红光的那一种，就在那边生活了有半年多。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生活有苦，就是你好像能接受很多东西，就是不管他会有多辛苦，或者大家看来你就是好像你不应该过这种生活，在我看来它不是辛苦，它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。我到后面1500块的工资开始自己出来租房了，房租一个月500，没有
没有窗户，没有那种空调，夏天是会被热醒的那一种，我也不觉得那个比较酷，因为你至少住在一个自己的小房子，包括我后边再到另外一个城中村，850，住了3年多，有窗户，还有2个窗户呢，然后还有空调，你就觉得哎，它又比500块，好像又多了一点点幸福感。我还挺想做节目的，我想做一个我可以策划的节目。我小时候看综艺节目，然后会模仿，我把自己房间关起来，然后把窗帘拉上，坐在窗帘面前，假装自己在做一张节目。比如说，我想去带一些特殊的群体，或者说是一些，可能他们有很多想做的事情，但不敢做的，去尝试的，我们一起去做一做，去挑战一下。我觉得我。